你拿的是什么花？我拿的是讲不出罂粟花吗？绣球花吧。哦，那罂粟花是什么？绣球花，绣球花，它是。我刚刚讲绣球，因为它下一个球。对对对。然后很秀气，乱讲，笑死。我刚刚想说，有点模仿那个 XT 有一首 Sugar Rush Ride， 就有点美男的感觉啊。你身上有一些亮片，然后就请茉莉姐帮我画一个这些亮亮的在身上，然后好像据说也非常不错。OK。宠爱他，宠爱他。你今天吃饭了吗？上工咯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整个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要给你看我的脸啊，不错吧？漂亮，有 bling bling 的感觉。对啊，我今天一整个，全部都答对，太好看了吧？但是我不知道等一下会如何，但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。今天一整个很好看呢、啊，我要哭了，呜呜。樱花妹，是啊，今天一整个很搭配，这样会有。好，对，然后不对称的，不对称。好，然后这只脚往内走，然后。啊，我刚刚没拿。Oh my！ 哈哈哈哈哈。你要驾驭它哦。这样会太鲜了，加油啊。哦，也很好看，很厉害哦。好来哦，这样非常好，脸再往这边转。帅美，哦，大钻石，王子才，现在你就享受它的时候，是假花，我以为是真的，对啊，假花。真的很像真的吗？很像真的，对。闻到吗？哈哈，闻不到。对对对，你刚刚那个看穿，想到自己是田馥甄，哈哈，安定之类。因为我觉得这件衣服很舒服。有一点，他睡着了，很有一点棉被的感觉。你的衣服是透视装吗？对啊，它是我的贴身贴。我来看看哪一种，就是比较像雕塑。那如果是放在舌头上，就是太大。那如果，那你可以这样，你先。你现在拿的是什么？红叶吧，银杏啊。哦，银杏。那猜着你也往他那边倒，但不用到倾倒的，就是享受感就好。好耶。好。好，他的眼睛可以再空一点，没关系。太空。我们是一个两个人也靠的正面的。克服这个好的。好。
你们是在玩鬼抓人吗？对。哈哈哈！还有啪一声，我都笑死。我跟专场长得很像，嗯，有一点。真的，转的拍得出来的吗？他们没办法玩。坏坏什么？坏黄裤，坏黄裤来夺取，对啊。有吗？可是他没法旋转啊。你可以自己旋转啊。旋转，只要你可以这样子也是自己旋转啊。好爽、啊！要不要看屁股吗？我看屁股是这样的。上半身很好看，然后下半身其实是那样子。三、二、一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帮我玩。好。